怎么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帮我收拾。你要走了吗？府内的各项事宜，你都已经得心应手。玉屏、玉盏，几个都是好的，用不着我多说，他们就能好好听你的话。我本想去厨房一趟，嘱咐刘宝全几句，但后来一想，饮食是你最擅长的，用不着我操心。为何如此突然？二少主流放他乡，再无任何可能。护政司和九川事务司也都稳定了，如今局面算是打开了，所以少主现在去找新川主了，估计这会儿再说何离的事儿了。你现在已经用不着我操心了，我不在，你也可以将大大小小的事儿料理好。我想，我是时候去过自己的生活了。可是我舍不得你，我真的很想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，但我也知道我不能。你是世界上最闪耀的人，要去更高的地方，过更好的日子。你一定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也是，我们都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。